咱说好了，你妈就是我的人质，你凭什么把老太太说送走就送走了？你肯定别有用心。我就是吃老唐的醋，我看不得你俩在一起，所以我要跟你离婚。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开始喜欢上我了？我现在就要告诉你，我是爷爷，你是孙子，明白吧？那你跟琼斯分手之后找女朋友了吗？我现在就等着他骗我感情呢，他怎么还不开始行骗呀？他现在再不骗我，都准备骗他感情。